望下山景，又望下海景，邻近别墅区就知呢度一定系靓嘢。大家好，又系我阿强，今日系我带你哋介绍一个靓单位。咁我而家人咧就喺呢个靓单位大露台上面啦。其实你望到出面个景都知道，其实个单位十分之舒服噶。咁呢栋建筑物咧就喺马场附近嘅月景峰，大家比较少听，因为放盘都好少嘅。咁呢度16年楼，建筑面积1715尺，间隔系3房2厕，三面单边嘅。咁全部厕所都系明窗，我哋可以入去间屋度睇睇。咁个厅咧就采用日字厅设计嘅，就分饭客两厅。咁其实睇到嘅右边系饭厅，左边系客厅。咁個廳嘅闊度咧，其實足足有4.1米嘅。咁即使換部60寸嘅大電視咧，其實個距離都好夠。我哋可以睇睇個廚房啦。咁個廚房咧，其實個面積足足差唔多接近100尺實用嘅。咁適合啲大廚咧喺呢度一展身手，得閒住下九大鬼，其實個空間都完全足夠嘅。咁好少屋苑咧有咁特別嘅廁所設計咧，其實你見到嘅呢個空間作為一個化妝間咧，然後喺呢邊設計一個化妝櫃，咁多多化妝品都擺得曬，對於女士嚟講就十分完美啊！咁個主人大套房咧就採用呢個大膽 B 設計，右邊係山景，左邊係海景，同埋採光度都十分之夠噶。好，今日介紹就到咁多啦。咁如果大家對咁正嘅單位有興趣，記得喺下面留言一，我哋會話聲你聽幾錢噶。同埋記得贊我哋好樂屋專業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